大家好，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修复 Windows 8。Windows 8跑上一阵子之后，可能因安装程式中毒造成系统档案毁损，使用这个方式重新修复系统，可以让 Windows 正常。如果这个方式还不能让 Windows 正常，那就需要考虑重灌 Windows 了。请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，栏位里面有网址和密码。下载完之后，点选两下就会出现 DOS 视窗，开始修复系统。等到跑完，DOS 视窗会自动关闭，重新开机之后就算修复完成了。如果修复之后还不能让 Windows 正常，就需要考虑重灌 Windows 的。谢谢。